Hello， 欢迎来到薛丽房产好介绍。今天我介绍这一间屋子呢，是位于这个 Sedia Tropica 五路，然后它的款呢是非常特别。那么我相信很多人都没有看过，就是Sedia Tropica 这一个款呢，它是从这个车是可以从后面 parking 的，然后它是 special unit 的。OK，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间屋子的外面环境哈、哦，这一个其实是它的后面的这一个小厢。OK， 然后我们转到来这边呢。OK， 你可以看到这边呢，很多人他们的车呢是 parking 在这个后面哦，因为这边的装修呢，它是做的比较外国风这样子的。OK， 可是如果是讲说你要像他们这样子扩建成一些厨房啊，还是房间都没有问题的，还是像隔壁家这样子，它有做一些小装修啦。OK， 那么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就是这一间屋子 ，OK， 就是这一间了，它是22×75。OK， 然后它这个呢，你一按那个呢，它其实它是会关下来的啦。OK， 所以是讲说，如果你要把你的车是 parking 在这一个空间都没有问题，或者是讲说你要扩建成这一个房间还是这个厨房都没有问题的。OK， 话不多说，我们就进到来这一间屋子。OK， 首先这边呢，如果是从后面进来呢，我们会经过这一个厨房先。OK， 然后来到这边。这个呢是它的这个客厅跟这个dining area， 所以它是比较四四方方的。然后镜头转到来这里呢，其实这个款呢它很特别，就是其实你看过别的 double story 单位呢，其实这边是有一个小小的 store 房，可是它把这个 store 房呢已经就是改掉了的，就变成这一个格局来讲，它就会比较宽呐、啊。OK， 然后来到这边。OK， 这个款呢，它的这一个厕所呢是在前面的。OK， 然后我们来到这边。那么如果是讲说，其实你要把你的车 parking 在从前面进来都可以的。那么这个 car park 你可以看到，其实它也是蛮宽的，你要放2辆车都没有问题的哈、哦。只是讲说，可能你要可以把这个跟它敲掉，可以从前面这样子进来啦。OK， 所以这个款呢是在 Sedia Tropica 可以讲说是最特别的一个。这个格局啦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去到介绍下这个楼上。那么今天我们介绍这个款呢，它是3个房间3个洗手间。 OK， 那么楼下本身是没有房间的，你可以把就是后面改一个空间呢，你要做成一个房间都没有问题的。然后来到这边楼上呢，它就有一个小小的这一个客厅。 OK， 然后从客厅走过来呢， OK，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它的这个 laundry area 是在这一个空间的，所以你不用把那个衣服呢特地拿到下去洗。 OK， 这边就可以做你 laundry 的 area， 然后你要晒衣服的地方可以坐在这个地方。 OK， 就像对面家这样子。 OK， 它就是很特别啦，所以这边就是做一个你的洗衣房。接下来从这边走过来呢， OK，这2个房的 share toilet 是在这边这个地方的，它的洗手间。然后来到就是第一个房间呢，是在这一个空间，就是比较四四方方啦，可是它是比较长型的。OK， 然后我们就去到第二个房间。那么这个房间来讲呢，本身这个 ceiling 就比较高了，当然也是一样是四四方方的啦。OK， 所以它的格局我房间还是蛮不错的哈、哦，因为它没有很多的死角。然后来到这边呢，就是它的主人房啊。那么主人房来讲就会比较宽 ，OK。那么主人房本身就有自己的这个洗手间，那么它洗手间就会比较大一点啦、啊，比较正方的啦 ，OK。OK， 那我们最后总结一下，这一间屋子呢是位于这个 Sedia Tropica 五路，然后它是22×75，的话它是special unit 来的，然后它是3房3厕，重点它的价钱呢是卖着现在可以讲说在 market 是最便宜的，就是卖着678000。那么如果是讲说你想预约看这一间屋子的话，你可以拨打以上的联系号码，谢谢大家。